哎，撞到小林了，哭啊！认真，这一把我们认真，等输了谁就会被剪片。我这一把用200%的实力来。那我用2%的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一把输，今天开台就到这里。再撞他们一次啊！不要怕。边排边介绍。这是认真的。哎呦，现在拿的这只手机是。ROG 5S Phone 最新的那一支，然后这个手机啊，8月16已经开始预购咯，啊，它的这个记忆体有点厉害啊，看一下它的这个记忆体呢，记忆体什么呢，啊，记忆体 18G 的 DDR5 记忆体，但它的储存空间有 512G， 还有它的这个萤幕背板挺好，它的充电口啊，它的充电口在边边啊，让你充手机的时候它不会卡住。那它这个电池容量 6000mAh， 还有65瓦快充，充30分钟就可以充 70% 的电力，还有四种感应模式在这里，这可以设定啊，因为你要买装备啊，为什么，对不对？看这边，那基本上它的萤幕是那个神兽做那个显示面板搭配，它的 CPU 效能更是提升25%，然后它的这个信仰之眼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RGB。那这一款 5S Pro 有两个颜色啊，一个是幻视黑，一个是极光白，共有两种颜色。OK， 那它解析度呢？我先选一下英雄啊，有点不相应。它这个解析度是2448×1080，超高解析度啊，现在已经开放预购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官网看一下它的价钱预购。这个工商做满满，诚意满满。我回来了，我下路，我感觉不是同一组，应该不是啊。哇！哎、欸，撞到小林了，哭啊！认真，这一把我们认真，谁输了谁就会被剪片。认真打，友谊战第二场，这一把只能输啊！不，这一把只能赢不能输，来哦，认真哦。只能赢不能输啊，压力好大、啊。不会，压力不会大。友谊战第二场啊。这把我们只能赢啊。我们不能输，知道吗？他们有输有卢密啊，但是没关系，不要紧。为了精华、啊，我这一把用200%的实力来，200%，二步，三。那我用2%的，好，没问题。这一把输，今天开台就到这里。师傅，我不在啊，你们下路小心啊。打野在这里，不，那个辅助在这里，这边辅助在这里，塔拉在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哪里？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我们包上中下好了。好。左一楼有人哦。中左塔拉。哎呦，这塔拉不错啊！塔拉，塔拉，塔拉，换他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小林跳过，小林跳过了。跳过了。反脚眼。这个红，这个有没有血、啊？要不要反？要不要反？有没有狙？我状态不好，怎么去？艾里回中哦。嗯，塔拉，甲虫跑同里啊。那天才他可能会放视野啊，那个书。他想跳，他想跳。给他跳，我们的蓝。给蓝去哦。我看着，我看着，他进来，他进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他死掉了。你想转谁？你想转谁？来来来来来，戳他！哇，我被狙！他两下都狙我哎！有准有准！好努力啊！单哇，还是推开。上架吗？他们左边那里应该蛮多视野的。有爱柳大，爱柳大。哎，上路小心，上路小心。好像又没有。上路小心哦，上路小心哦。他们要压上了。出不来掉。没有视野了。亚彤在这里，亚彤在这里。喂，他们塔拉压进来了。我靠，小林好痛啊！哎，我有点不妙，硬想杀我吧？哭啊！有点猪。睡。
哎呦哎呦哎呦，很痛！两个梭子狙我扛不住。脑中了，脑中了，我脑中了，我脑中。还是我先换视野啊？看你啊。我换视野好了。打拉都一个人踩。很难踩，嗯，无脑踩。你打不死他。现在打不死他。大家可能要吃个穿透。艾里跟鲁米亚不错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！抓这只。甲虫来蹲用。没事，甲虫这边，甲虫这边。对，他出了陷阱，一定要采光啊！小手。好，我一手，我一手，都可以拆哦，都可以拆哦。艾里应该还是这样。甲虫开大了，甲虫开大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这里还有出。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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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被狙到了。甲虫出镰刀。他要避免被我秒。这样不可以拆吗？中塔打手吗？守住就守了，放了放了。放塔可以点吗？可以。不要开啊！不要开啊！不行就拉。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不走。不来不来，踩下二十秒。走这。应该很痛。全甲虫的作用。甲虫在魔龙区哦。哎，我不敢踩。不要踩，不要踩。我们打不赢。那踩下只能放了。我开个视野哦。都在这里右三。所以你砍完后要回来保勇。好，保住勇吧。现在应该蛮重的。嗯，稳定发育。哇，都没视野。没有视凯，踩不出去，真的踩不出去。应该踩他的掉。他的塔拉真的烦、嗯。不要打哦，不要打哦。龙先清吧。艾里在上面呢、啊。下路有兵。下兵哦，下兵哦。哎、欸，现在要出吗？上兵兵来了！复活甲，下下下下兵，下路还有兵，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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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甲虫没复活甲跟镰刀了，我手好长哦。举报，后悔。后期打得赢，后期靠勇是可以啦。我们打你当炮台，他们装你吗？不知道。我看能不能真切书吧。哇，好痛啊！我一发那个塔拉会大概掉四分之一。因为塔一直压进来，不能没有地方可以踩。还有整本，都在这里哦，都在这里哦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打不赢。痛。走了吧，走了吧，打不赢。快吧。哇哇哇！有点猛啊。没啦，没啦，厉害呀、啊！这个塔拉很烦呢、欸。嗯，我塔拉一波，那甲虫压过来，真果酱压制啊，是吧？太强了，太猛了，不愧是职业选手。没事了，要被剪成精华喽。没事了，怎么办？要去冲积分了，太狠了吧！再撞，再撞，再撞！
还撞，好 ，OK。